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玩《七蛋大作战二》，我是魏维。我收到了观众的讯息，就是12358554的留言，他说建议我用银喷来玩这个游戏哦，所以我买了银喷来玩这个游戏。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我觉得《七蛋大作战二》这个游戏哦，是一款会把人家毁灭的游戏哦，太容易上瘾了，每天我都玩到很晚，每天我都会几乎都会上线玩这个游戏哦。那我们就来用这个银喷来玩这个游戏啊！哎，我记得我有个观众叫做David 告诉我说应该跟队友一起去打，所以我队友在哪？我队友在这，我跟队友一起来打，这样比较好。就是你看，可以一起死，就是跟队友一起打就对了。一开始啊，就是。不要自己打自己的这个土地，自己的地板，最好是跟队友一起出发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我的队友在哪边？队友，我来了，火力支援你。哎、欸，哦，对，这样。打不到，打不到。哦，爽了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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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。哦，跟队友一起战斗啊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队友嘞，队友不见了。我队友跑到哪去了？死了吗？哎、欸，我也把他杀死了。队友，队友。队友跑哪去？没关系啊，这已经游戏的后段了，应该可以自己玩了吧？读多一点游戏吧。对，我还等那飞弹过来嘞。队友，队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的炸弹，这银喷哦，它的大招蛮厉害，就是一直发这个会滑的炸弹。哦，玩的还不错，感谢观众留言哦，感谢 David 的留言，还有12358554的留言哦，银喷很好用。呜，那我们再用银喷再来玩一盘。同时，我也很感谢啊，观众给我很多很多的。这个建议，比方说告诉我说这个庆典这个活动到底在干什么，拿到东西可以做什么，有很多观众回应我，因为我是刚玩这个游戏哦，所以也是不太清楚，所以感谢大家的留言。好，跟着队友走，没错的。好了，我要自己走，自己走出自己的路。哦，这边要小心，有人会从上面掉下来哦。这位老兄哦，哦。
你们那个不打车在干嘛？我这次好像很怕我呢。哦，有人要杀我，要杀我！哎、欸，这是刚才那个人吗？我的队友在哪边？队友，我帮你报仇了。在干嘛？在喷什么？喷什么？喷三小！输了！哦！这超好玩的，这游戏会毁你的人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太好玩了，停不下来啊！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干嘛？在干嘛？呜！笨！我炸弹没有，笨蛋。哦，银喷很强，银喷很强。本来我金色的喷枪很强，银色的喷枪也蛮强的。那除了这银色的喷枪以外，我还买了一个新的武器，虽然是新的武器，但是很早以前就可以买了。那我为什么会买这个武器呢？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用那个武器杀死我，所以我买了一个，我秀给大家看，这个什么八九的这个 NZ 八九，它的大招是发那个散弹枪这样子。我几乎每天都会上线玩这个游戏啊，但是每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。我会开一个 private room，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我玩的话，每天当然可以玩啊。礼拜六的2点到4点哦，大家也可以上线跟我玩。哎，不要忘记要跟队友在一起。哎，我的队友呢？跟上来，跟上来。还没有来哦。没有突到我，没有突到我，没有突到我，没有突到我。不敢下来啊，笨蛋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欸，我队友在后面啊，其实。欸，这个枪也不错啊。来，去帮帮我的队友。欸，我队友好像很强欸。你在傻什么？你在傻什么？是我自己被杀了。XYZ 他完蛋
哦，被他闪现枪杀到了。我在干嘛？我被炸弹炸死了！我真的很勇哎 ，Green， 调皮，哈哈哈哈这个 Zip 的这个枪好像也蛮厉害的，看很多人用那个打死我。这也是我新买的武器，虽然已经很久以前就可以买了。这样，哎呦，这个 Green 实在太厉害了，用这个滚轮杀死了10个人哦。那我就再用这个枪再来打一次。我之前买了新的装备哦。那有换装，有戴一个安全帽。不过后来我发现哦，这个防毒面具看起来是超酷的，所以我又换了防毒面具，换回来了。我发现我还有个问题，就是我很少发那个炸弹，就对了。这边射我，笨蛋！对，我搞错大招了，我还以为我是刚才那个大招可以一直发那个滑出的炸弹那个。我忘了，现在是这个散弹枪了。队友，我来了，火力支援你。哦，没有打到，没有打到。是，哇！王者，王者，跳跳跳跳跳什么？跳什么？跳舞。什么舞？虽然我没有油漆，还可以把你杀死。哎，怎么有那么多的紫色油漆跑出来了？我也常常这样，看到人家用，好像往后面跳，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到最后被人家杀死。哦，那红色的枪蛮强的。
的确是会让人上瘾的游戏啊，停不下来了。期待大作战二啊，有人问我说值不值得买哦，值得买，值不值得为了这个买这个任天堂这个 online 啊，我觉得蛮值得的，可以跟线上的很多这个朋友一起玩。我看我有没有什么新的武器可以换，我银喷枪啊，还有这个啊，我打算来用这个，这也是我蛮喜欢的，就是之前的这个喇叭枪，喇叭枪也很强。哎 ，Hades 上线了 ，Hades， 希望跟他同一队，他蛮强的。哦，很幸运哎，我们都有喇叭枪。好了 ，Hades 跟你了。我的队友，我队友跑哪去？我队友在那边呢，我在这边。哦，那个机枪在那边等我们出来。好，我打算这次跟这个队友一起去哦。就当这个队友的前锋就对了，他是那种看到没有，剑招就等你过来，然后给你做这个大招让你死掉。哦，跟队友这样一起玩哦，蛮酷的。干嘛？在干嘛？要不？我在干嘛？哎，我们最近喷了好多个油漆啊！到底是谁喷的？谁喷的？我就你吗？就你吗？不要去啊！上次好像被他杀了，也不知道谁杀谁嘞。呜！我刚才那个喷，我还以为他不理我。挑起啊！哦，我好强！我好强！OK 的，看起来是输了。我虽然输了，就是跟队友玩的蛮高兴的。嗯，感谢观众的建议哦。那明天就是礼拜六了，期待明天跟大家一起玩。礼拜六2点到4点钟，我会上线跟大家开一个 private room。我们明天见哦，拜。